没有，咱们你好，呼灯吧。看不见，哪一个？这个。就是我都开了好久了，然后我下去，我给他打电话，那个给那个谁打电话，他一直没接。嗯，然后我就下我就下去，没事干我就给他捋。你还有别的钥匙吗？现在没有了。那你里面有别的钥匙吗？有，里面有，就是还有其他的备用钥匙是不是？里面有，就一开门就有钥匙。主要是我这个锁芯被换了。它跟锁芯没有关系。那跟啥有关系啊？是它是你只是换了锁芯，锁体没换是不是？就只换了锁芯。我不知道它怎么换的呀，当时他给我换。它不是锁。是这样式的，其实我这个原来这个锁好用，你知道为啥？是因为我钥匙丢了好几把了，所以我就不。想换一个是不是？对，我就怕不安全，所以我才换个锁芯。我，哎呀，我现在觉得我一开始我还赶不上不换锁芯，太纠结了。它跟锁芯没有关系。那它是要不就是门卡住了，要不就是锁。不，你看哈，就是我也不知道。那你一会儿看看是啥情况。你要不就门卡住，要不就锁体卡住了。它锁芯正常能转动，它就不是锁芯的问题。啊，就它就是能嗯。哦，你说是哪卡住了？那我就不知道了。对呀，你这不。回头看看。你帮我到时候看看吧，根本就不是他的问题。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和什么 ？Nice。